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谈到共鸣腔底啊，口腔共鸣、还有鼻腔共鸣、头腔共鸣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腔体。比如说啊，就是在口腔，树上的鸟儿啊，用到了鼻腔。然后呢，我们一定要挂上一个头腔，比如说这样哼着，挂上一个头腔，花开花落，挂上一个头腔，花开花落，挂上一个头腔，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。